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小小林老师。现在时间是1月15号。那距离我说要抽奖的这个时间呢，延长了3天，不好意思啦，因为老师最近比较忙。马上就来抽出呢3位得到扇子的棋友。那我会照顺序，好不好？三位棋友，依序呢可以得到就是景山玉泰，还有宇宙流，还有气3把扇子。那也再抽出4位棋友呢，可以得到综艺景的资料夹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因为抽奖要公正，所以我录个影片传给大家哈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然后到这个 YouTube 的抽奖网址里面。OK， 然后关键字不用，抽出7个人，好吧 ？OK， 3、2、1 ，Go！ OK， 各位，那就是由这7位棋友抽到啊，这应该是没有做签的、我都不认识啊。东毅我认识，这个是很厉害的棋段。好，那这3位呢，可以得到这个我们的扇子，然后剩下4位呢，可以得到我们的资料夹。那也谢谢大家啦。那我就准备20000订阅的时候，再来办个抽奖好了。OK， 那中奖的人我会私讯你，那你就等我消息吧，拜。